阿拉伯语系是一个小语种，因为何老师考进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特别大的语种。大语种。可我觉得何老师好有远见哎，你看现在那个迪拜那边经济很好很好哎。你能教我们几句吗？因为说实话啊，我们都知道你是学阿拉伯语的，这20年也没怎么听你说过。对对。何老师，我会讲一句，你看标不标准啊？啊，蛮长的。啊。哎呀 ，Habibi。你那是印度歌，他说的真的是阿拉伯语啊？真的吗 ？Habibi 是亲爱的意思。哦，真的哦，认真问一下，你好啊，周全一点或者周全官方一点是 Assalamu alaikum， Assalamu alaikum， 对，然后比较简单一点，日常的 Ahlan wa sahlan， 没有简单到，我觉得第二个更难，对啊，再见再见是 Ma assalam， Ma assalam， Ma assalam， Ma assalam。